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人鱼和龙巨人。这一次玩的是森林三困难的，然后大家可以开始 ，Let's go。也太少人了吧？我跳机了。不是太少人，是小孩一开始跳机了。我还没有开始，我先开始跳机。还没开始哎、欸，真可以。按了才五个人，五个人也可以啊。那你一个打五个、啊，有什么问题的？哦，其实我也想要进去，可是我现在那个账号真的太长。我跳机了。什么账号？哦，整个画面卡机了。我卡住了。打我进去就看到了。惊喜，密码是什么？11009。好。阿伦，你看我的名字。怎么没绿色？搞什么你？我刚才就在想说，我这个要叫什么？七彩什么？直接叫七彩。七彩霓虹灯，七彩霓虹灯。这是为什么跨越七彩？你是中毒了吗？哎、欸，可恶，没有两千，砍到没有分数。有庞克哎、欸，去打一下。哎、欸，小克克，哦、小克克，我差点被害死，真的很让我很累啊。这个也会累，跟我名字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这个很重要。看，青色庞克，觉得累。你头晕不干我的事。哦，被咬哎、欸！哎、哦欸，好咬、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侧咬。就是这一只，灭了它。他砍两 K， 哪里打太勇砍两 K 是很正常的，还要砍三 K 你才要惊喜。蛋塔砍两 K， 对呀、啊，现在还要砍三 K 才会惊喜。还要砍三 K， 你要讲哦，三 K， 两 K 的话你要酸他了，咦，才两 K， 我刚才也差一点就砍到什么 A， 八六 K 的人。你不用再炫耀了，你。我要两 K， 我要两 K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讲，咦，才千六而已，有什么好嚣张？可恶，我的两 K 又被砍掉。怎么了，阿伦？你砍呢？我才不砍呢！我们是低分流的，你叫我砍高分，简直是违反了我的人生规则。人生规则。哪里？你死掉了之后，好棒棒！我们去踩尸体，好棒棒！我帮你踩尸体，帮你报仇。我们去踢尸体，就是那一只青青的吗？啊，青青哥，你对，青青哥，我为了表你战做得太好了。哎呦，阿乐你房好大，我的房好大。哦，想要刷千分，两千分。什么都还没有说，没技了。没有中，耶、yeah, ，麦队友，技能被记了，被记了，被记，阿伦被记了，有一点被记耶、欸，我这边他一直追着我打，不好吗？这样，喂、欸、喂，你那个两刀，奇迹发生了，就是整体的打，我这一下是十二分，好奇怪、欸，之后你们再看，他明明跳远，结果我冲进他嘴巴砍刀。有时候会这样子啊，对啊，神奇的一个。我的那个名字我自己看都感觉有彩虹效果，彩虹效果。我看到你名字我都觉得晕线，有晕线效果。小哥哥，你名字整个挡住了巨人。我就是现在就是看到你名字晕线。拜托不要跟我抢，这是我的。看到名字超没有虚线的。对啊，飞机。我刚飞过去就嗯，撞到什么东西？就是看到七彩缤纷。还是被砍掉。七彩缤纷的青蛙，七彩缤纷。我看到彩虹吗？现在为什么是青蛙？彩虹卡塔，因为卡塔是青蛙。啊、才买队友。确实，看他有高中。我砍啊，砍到了，没刀了。菜哦，蓝太勇这些帅，蓝太勇这些超帅的，我拍到超帅的，我拍到他了，对不起，居然被，咦，超可以的，我看到有一个蛮强，麦队友技巧只能掌握一点点的，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全部看完了，我都没有掌握到，我全部看完了都没有掌握到。太厉害啦！十级就掌握到了麦巨人，麦巨人，麦巨人吗？麦巨人真的是不错哦。麦巨人，麦巨人就是叫庞克来打他。那你叫看，结果叫那庞克直接把人灭了。各位，我叫你小花，不要叫花。哪里？谢谢。看不到。坐下。好恐怖哎、欸！
有房客。有房客吗？有房客就交给那个什么林棍。有房客。林棍上。对。红啊。但他有哦，林棍飞去。哎、欸。哦, 哦，这么做不到。七彩，丹塔勇。七彩，七彩，七彩，七彩没咬。救我们！我连死，我连死，他都还这么急。刚才他抓都没抓到你啊，明明我看他抓到你的说。哎、欸，我明明走了，为什么？啊，厉害啦，神奇的。我虽然很想开掉，神奇的七彩能力，就一直就死掉了。我们要灭团了。啊！神奇的器材，可能巨人看的时候会中毒吧？可能巨人看的时候会晕眩，然后中毒吧？不可能！Idiot！ 跳摇，小小就是跳摇的。阿伟注意，小小就是。阿伟跳，跳阿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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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。哦，什么事？强暴了！呜。回去不提体现，你们慢慢来吧。剩下那个，你们吃自己地。剩下三个人。耶、yeah, ，七彩复活。站在我面前。七彩复活。卡卡的，卡卡的，复活的。七彩之神复活。七彩复活。白头发兵长 ，Hello， 看我，你不看我。哦，这下他帅气了。小哥哥，莫名其妙。莫名其妙。嘿，断线。断线。对啊。今天你的网络是怎么了？对啊，王五的防人术也是这样断线的。断线就是他特长。他的技能是断线。没有玩你的防是本来就一定会断线。是吗？此乃正常现象，不断线你们怎么可能会灭团？哈哈哈哈哈。我看你的那个巨人的猎手全部看完。确定？今天我那边差不多150级来有咯，你确定你看得完吗？看什么啊？应该160吧，差不多。150我就刚好在看啊。看那些短片、短片小品的话，就160。我是看起来全部160吧。有啊，160是有。问题是那些短短的，有些一两分钟的。白龙，我有订阅你，所以你每集出了都有看。是吗？真是太厉害了。我的两天又没了。哦，悲剧。呜呼。欸丹塔勇走我一次，我不是走了吗？真的是今天完全是不在状态，技术不好，攻击的，被吃的话，我们会理解的，不用紧。我的那个刀子就放地板，然后就没有换刀而已。刚才太厉害了，太神了。好吧，我就到处可以看着你们在杀就好了。你给复活红色的石头，红色丢石头，阿维附近。我来帮你们了，麦队友。好恐怖哎、欸，他追我了，他追我了 ，no， 卡住。哎、欸，怎么砍那么多？我差点被害死。我来，庞克被我杀掉了。哦，庞克，去帮忙艾伦。你不是来雷队友的吗？喂、哦，喂、欸，被回到。哎、欸，阿伟真帅。耶、居然有两个七彩青蛙，快点灭了他！我操！打勾到了，特别时速100公里，穿哦，差一点，我时速100公里前进，没有人理你。你、欸、这是巨人是怎样了、啊？七彩青蛙真是无敌的吗？他打你这么多下没有死。Hello，Hello， 你看我这边，我没气了，看我这边的，我这边没闪轮。Hello， 你看我这边，别的巨人。哪里没有啊？路上顺便砍一只，空空的。有没？我看你，你要断线了瓜，你原地在赛跑。雷刀，啊，没气。哦哦，雷包，武器，武器，石头，全部武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补完。没补到，卖巨人。没补到，快点。卖巨人，看我如何卖巨人。雷包，哎、欸，你们确定不要去灭了那一只中间的吗？我正在尽力。卡住，机脸卡着了吗？当当的，蛋卡在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怎么还是会不抓、啊？哎、欸，厉害嘞！神奇出现了吗？奇迹一刻，来一刻，来一刻，千次分，可恶，居然还被抢了！哎、欸，这里我们快破了地形，等一下什么都看没看到。我
下就要睡觉了。你们都去抢那只本。我还以为小柯柯已经死了，看到他那个名字颜色，他名字超长的，他的名字超明显，五颜六色，明显到明显到我们有在看的人乱去眼花缭乱。皮卡来了吗？哪里有？皮卡来了吗？没有注意到，不是好像没有，都完全没有。你怎么会发现有皮卡的？哎，谁卖我？我卖队友啊！我的一天。我被抓了、我救不到你了，因为他附近有一只巨人，我很怕。嘿嘿，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不要怕。看着我死吗？啊，我救不到吗？我很怕，我很怕。我不会去卖队友的，我只会卖巨人的人。卖巨人的人，那你就把巨人给卖了给我看。好，你说的。对呀、去卖吧。卖吧，卖吧，没卖到起一个，没卖到起一个披萨，披萨一个，坦克布拉我怎么？一人一个哦。坦克布拉怎么卖啊？要坦克的吗？不需要坦克啊，普通的也可以卖。不行，我要坦克。那你就卖的不够力了。我要坦克才能卖巨人啊。哎呀，那个。看看，坦克直接看着我，坦克，就故意多绕一圈，然后故意多绕一圈。我打坏了，快没气，是吗？看我现在真要换刀。你有事，你有事可以换，你不用装了。偷懒。绿色小坦克在一开始出生的那边，绿色小坦克。杨千没有，千是超级威吗？多好的砍中呢，大哥！让我把他一次就砍到用，快点去灭了他！你不灭了几次，我真的很当哎。灭谁呀？随便啊，那边有一只青色头坦克，你就灭了他。哎呦，石头飞过来了，但是我没有去，我要拉开距离线，有点卡。好怕！啊！砍脚，这都想砍。我是不卖队友的人，卖队友会被我杀东西。你都帮我，你又不帮我当队友。哎，走啊！那边有坦克啊，不过人灭了他。巨人，我不是看到巨人吗？巨人，小韩，小韩被灭了。为什么是小韩？哎，有两只坦克吗？青色头发，哎，一秒黄色头发。哦耶！知道吗？我跑了。老鼠被打死，有没有很神？哦，神。有，有这个神啊！被刺那一些眼神，怎么是像我跟？哎，大哥，灭团了吗？还没灭团的现象吗？难道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任务啊！等下你的那个七彩青蛙刺啊，全部中毒。七彩蘑菇吧，那这应该不会灭团啊！重口味那个巨人天，红色的坦克在我附近，我怕我会被打扁。哎，果然是，打不打了？还轮神诅咒，你那也是诅咒，我站在树上看着他被打了。他我也被打死了，被打死正常吧？那个坦克这样嚣张。Hello， 哎，我爆耶啊！哎，我爆了，我爆吃的，哈哈，爆吃的。我本来准他脚了，你知道他手快过我，我还是先去干掉他比较好。巨人不要追我！我跳得很高，有没有？跳得很高又怎样？没人理你。明明砍中了。庞克，我为了庞克，我有七彩星换中了他。这都是幻觉。他们都看到我的那个彩虹，然后都幻觉。幻觉，七彩幻觉。美瞬移太快了吧，大哥？对。学到新的特技了，瞬移。十分蚕食王道。喂喂，我现在看你们也是瞬移耶，不只是巨人。神奇，太神奇了！真的好那个，果然是转了一圈什么都没砍到。所以庞克头挂了，挂了。刚才被那个无端端的被庞胆太勇，他去定胆大的时候被胆太勇卖掉。嘿嘿，中间又来多一只啊！哎，好像看到一只青色头发的江哥。哦，好嚣张，啊！哎呦，被这么一个。阿里。巨
就为了杀那个巨人而战。哇，整个画面超不行啊！现在好卡。我的说好的砍中都不见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200多ping正在奋战中。奋战中。我只有76ping。我只有76ping。我靠近300ping。500多。好厉害。80多，70多。我六十。努力奋战吧，各位。我尽量 hold 住。努力自杀吧，各位。我现在只剩那个，我现在砍25只比阿伦总分还要低。总分低是好事来的。哎，说好的砍中了大哥，眼睛南太勇会上。哦，我今天各种砍到之后都那个，哎，又被抓。哎，明明就我砍眼睛，各种。对啊，眼睛是你砍的，脖子就是我砍的，自然。没有啊，我都砍到，我都有看到砍到脖子，可是他都没死。太厉害啦！太多小小只了啦！啊，太多小小只，我怕。怕了就跑了，他哪就跑啊？成为 hold 不住了，两对兄弟这样子。对啊，完美了一次了。阿伦说：“我感觉我二十威 hold 不住了。”hold 不住吗？hold 不住，有小汉在，怕什么？门加雨最强的，小汉是最强的。刚下雨，很冷啊！哎呀，我这边起大风了，这边很快要下雨，应该是。我这里下大雨啊！跳跳，这边有狼在叫，你们听不到？还有，我没有，现在走开。卡卡的，对，电跑没上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的卡卡西。身体已经卡到这样，20的话还得了？我水平卡堵在树上。算了，我不刷分了，放弃。放弃吗？我也放弃。对，要上树。人通团队已经偷笑了，这时候。放弃。可以的，对我来说分数比较重要。剩下来的交易哦，起点被撤掉，蛋塔被躲下，非以他的对吧？有点悲剧了，我这边。你的是那个被蓝神之追，我是跳到跳高，我的是黑，我的是红色在前面，蛋塔在跳的位置。阿林棍兄，你不要再飞来飞去，你不想砍的话，你就住间房间比较好，给我们不会这样当。全部人都死，我再上去。这样啊，这样你直接自杀先啊，直接退房更好，这样弄我们卡卡了。我们会这样子的话，到时候我们最后会那个会灭团，都是因为你在那里站的。对，都是因为你在飞来飞去弄的地图卡，全部有的赖就赖。卡在上面闹啦，我没气了。飞机把一位置青色的丢你石头，这样丢，差一点。我那个七彩这样子飞过去应该很明显，会败掉了，就是太显眼了，拿石头丢你。我不会天吧？去干嘛？我干嘛卖脖子皮？但他有在这边绕着这一辈子。我在努力的扛着，可还没被吃掉就被跳咬了。饿啊！哎呀，在他后面呢，我在他后面呢。都在小韩在。哦，小韩差一点点就咬到。可以等等，别等等，别等等。我们只能靠小孩。对呀，还有一个蛋塔，我们要搞什么？我只能靠小孩。那个蛋塔的。蛋皮，快点跑！十只都靠你了。快点拉开距离先，给那个蛋塔用。空心生蛋皮的。全部拉去给蛋塔用解决先。全部转给小孩。我正在努力的摸。在努力是小蛋塔中跳跃，投降了。阿伟在那个空中被压死。有啦，那些小韩岂不小七星中追小韩，普通中去追蛋塔嘛？我要你不要分一些七星中别的，不能。不公平啊！韩太拼命了哦！好，好，可以跑。所以他们都要追。韩太拼命了哦！小韩你好厉害哦！你太拼命了哦！跟我跟我，他根本就在那边闹嘛。小韩是我们最强的，怎么可能会那个？哪来的错觉？明明是最强的，明明就是最强的，可以活这么久，当然是最强的。这个蛋塔是来闹的。我们灭团的都是这样。嘿，怎么死了？我知道你会死，是因为蛋塔的错，因为蛋塔不给力。很好看，是怎样？很好看。你在狗腿什么的？有的赖的赖。你在狗腿什么？别去扔塔！哎，没有压中。我说别去，现在有压中，奇迹出现了。那都还没，那都是状态还没之前的，之前还没有
他生气哟、哦。他生气了。全部都是七星种。全部七星种了，我又打他。啊！起了要不死，说做不到、啊。这个蛋塔果然是滑溜溜的，滑溜溜的，滑溜溜的，滑溜溜蛋塔，留不住，抓不住。我们最后只能，哎哎，我们最后只能是那个卡机拼命分看着蛋塔，我们只能看着他。你只是一个蛋塔，就快快的给他吃吧。蛋塔，死也不要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哎，不知道谁杀的普通了，哦，一只。应该是看七星种对吧？那只是普通种，好像是没有普通嘞。对呀、啊。海豚一只，剩200秒了，我们要不要玩了？开始看他毒气。看他有在，你怕什么？看着，尽量，我尽量拖着。我们要看他最后死掉的样子才行啊！不要，农夫拳。然后看他最后死的样子才行。我一定要看到，不是鱼。这个队友到底要等多久啊？只剩三只。农夫拳，走走走，差一点没买到。机会啊，机会！我要没有气体了啦！快点回去补啊！去补啊！把灯卡住。卡住！不可以，卡两根。肯定接，肯定接，肯定接！还不快点，还不快点！来看巨人神！来看看！啊来呀、啊，巨人啊，不是很屌？结果泰国冲上来了，快点！你们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死嘞、欸。对啊，冲台说这句话，你冲他就给你死。你别说，话别说太难。啊、嗯！咦、欸，又是一刀砍两只眼睛。哦，获得称号，说的有没有准？获得称号，烂掉的灯塔。什么鬼呀、啊？这是什么啊？哎，集合了，可以集合了。你们听听，这是什么啊？没有什么，你的称号烂掉了蛋塔。哎，真的各种没各种砍刀不见了。这一次就玩到这边为止了，谢谢有所有参加。七彩，七彩，七彩名字真的是好接，打开起来。华丽动作。好，谢谢所有参加，我先，然后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给我们一个 like， 有优惠的话，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华丽动作，拜拜。